又来了。就好玩嘛。好玩。对啊，黑猩猩它是吃里面的心哦。对啊。哎，黑猩猩不会，它就也是从外面咬。你小花姐不拿那个？不拿，它因为前几天，昨天冰室一力去先发现它拿。拿起来，他有看，看没有水果。对，摸摸冰冰的就很好了。然后贾巴里就去拿起来，又后来又。热的天气。对。这是什么？我连这个焚化炉都拍得到。啊，那个蓝蓝是焚化炉。对。拎过来，来拿，开箱。去玩才有可能。看伊力奇不拿。伊力奇不拿，我不会。他连他。连看都不看了，吃都不想吃，那就是他就认为那是什么没有用。你看玩他就愿意了，就是玩了。不太好。哦，对。早上今晚都走在洞里。